去年完成了这个里昂的表观，呵呵，过完年再来玩克莱尔里吧。我好像还没有下载那个中文配音的包。第二版本已解锁，结局与部分的游戏内容将有所不同。新游戏，游戏成果是什么？啊，一周目打了笔，打进了8小时。A 要5小时。标准、专家、克莱尔第二版本。克莱尔，另一场噩梦。上下为什么可以按到听到声音，但是没有什么？开始吧，辅助，呵呵，简单，专家就算了，还是标准。初体验，初体验。据说这个里关里面暴君存在感会更强一点。Made in heaven。他也不知道跟谁说话。Why does everyone think I'm gonna get in trouble? 这脸太恐怖了，太恐怖了！哎，怎么了？直接跳过来。片头缩短版。I don't know. Hopefully they'll have some answers at the police station. Wait, you're a cop? Yeah, Leon Kennedy. You are? You are? Claire Redfield. 撞，就直接撞了，然后就啊，前情略。Claire, are you okay? I'm alright. How about you?Can't stay here. It's not safe. Go on ahead. I'll meet you at the station. 我操！你浪费我一颗子弹呢？新的关注者，这是什么东西？背包爆炸是吗？背包怎么样呢？我有点忘操作了。L2瞄准 ，R 射击，其他不太记得。L1好像是举刀。哎呀，前面略了，可以可以，直接进警察局。哇，墓地里不会爬出来吧？嗯，没有炸，背包就是这样，就三发子弹，三颗子弹。5发子弹的9毫米手枪，太垃圾了这个。Leon, I'm sure you beat me here. You, 刚埋的，只管杀不管埋。普通难度。据说有个浣熊，是不是太暗了？我看不见。能调稍微再亮一点点。亮的部分，最低亮的，亮一点。普通难度，
有一个幕可以打开，是吗？我一共就三发子弹，你没刀，你还让我打开小浣熊呢？树上吗？好像以前那个小人还会咯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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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出声音的，这次的这个就一点声音都没有了。这不是 Brad 的那个下水道吗？锁了，发生什么？直升机坠机了是吧？我操，这家伙绝逼会起来吧？红加蓝也可以吃的吗？好，我看到了。Nice， 只有两发了。能不能 retry？retry 成就算完成了，子弹还给我。我操，大波。摸摸摸摸。这个房间还有东西，捡捡钱，一拿都起来了，你信不信？这什么东西？把钥匙。我按的稍微快了点。怎么直接接这段？克莱尔前面，里昂走了那么多路到这儿，克莱尔就才走到这儿。我前面啥也没干，才播了一分、两分钟、三分钟。It's so nice to see you. How are you doing? That helicopter just came out of nowhere. I'm in one piece. I'm guessing you don't have a key in one of those fancy pockets. Unfortunately, no.But how are you doing? You know, just surviving. That's good. Any luck with your brother? No, not yet. There, don't lose hope. I'm sure we're gonna find him. Boom! 我还是没看到直升机怎么坠的。这段剧情直接剪掉了吗？还是就？ You know what that means? 里昂表哥能看到？啊，里昂里昂。起来喽，起来喽！ I think you should go. Don't worry about me, Leon. You take care of yourself. Yeah, you need to go now. 别说话了。Let's get through this, both of us. 卧槽！妈呀！还掸了掸衣服，像话吗？那相当于里昂、克莱尔前面的那些都省掉了是吧？大口径子弹，点四五，就不就是？现在这个完蛋 ，RPD 换一身呗，克莱尔。哈，
豪华武器，它是点四五的，这个是九毫米的，这是点四五的，好吧，可俩真麻烦的，身上一共两把枪啊，还要注意这个，这个存了。这怎么什么意思？两把枪都要带着是吗？智障，大威力，这把威力大，是吧？哦呦，这个姿势好像很标准，当年克莱尔的姿势。六发。子弹比李阳多，李的子弹很少，存了没有？这他们上去的估计要被咬。RPD， 哎，这边写的是 Brad， 画了 Brad 登场了 ，Apply today Monday October。Brad Vickers 应聘广告。Look, it's Brad.丢弃，啊！我感觉背包已经爆炸了。我操！是这个房间。他已经变了，打了打了打了。听一下声音，到底是哪边的玻璃碎了？警卫室，哎呦，二楼的话应该可以有一个放包包的。晚了一点。他怎么了？你老哥，你别假死！有人在敲窗，回他。我记得这边好像还有一个房间是要捡现钱的。啊，还在吗？哎，哇哈哈还在。是我发现了，那上单特别慢一点。侧办公室，可以，它都是这种子弹，那也行。我操！这一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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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完蛋。保险丝不就在那个房间里吗？但是我现在没木板啊。啊，有木板，有木板。啊，这边开不开的？从那边。想起来怎么回事？有点想起是怎么回事？威力还可以。保险丝，保险丝，哪儿去了？不在这儿吗？难道？不要闪光的，不要啊！我不记得就在这儿吧。啊，这儿也要顶床。干你娘哦！我刚想出去说，就是高级火药白色，这什么东西？嗯，拿不下，拿不下。哪些东西？有一个小火药，有一个闪光弹，有一个 绿草，没看见刚才。啊，非常明显。我知道钥匙可以丢了。我在想是你捡哪一个？捡白色火药啊。是开二楼那个房间的楼梯那里，先上楼吧，是吧？吓我一跳了。老哥自焚了，等他一会儿。Oh no！ 啊，他可以速射的这把枪。这丧尸怎么没有火焰伤害呢？子弹打完了，一套钥匙，木板。我操！妈个鸡！这个我是一定要拿的。啥了？
那怎么办？啊，这儿是可以身材吗？哦，不是用这个，是，能扔地上就好了。箱子他妈在哪儿？我操，没有一个房间有箱子。所有的房间目前二楼都进不去，只能去一楼了。拿钥匙哪儿？我操，那个房间一路过去好多丧尸呢，早知道把手枪扔掉了。主要是现在一楼应该还有地方可以探索吧？这是什么来着？保险丝盒啊，打不开。大厅，警卫室。Elliot 那个房间，对，Elliot 的房间没往前走，因为我看到他尸体，我就没跑。先看看，然后啊，匕首拿不下，不好意思。这儿有，我记得这儿是有，对，箱子来了，圆饼，想想圆饼是用在哪儿？好像不是用在那个灭火那儿的。这个可能暂时用不到了。冲锋枪弹药，在这儿，检验钱要用到是吗？那我带上检验钱吧。哎，没开灯啊，说有点暗。怎么响起了音乐啊？我操！别这样。存一下，2、3、4、5、6、7。二楼那个 Stars 办公室是吧？这个我听说过了，说进了那个 Stars 办公室以后，暴君就出来了，然后后面就不太好走了。应该先把那个其他地方搜刮干净，再去那地方。行，好，没问题，知道。这个底下能去吗？看一下。我操，真的能去。但可能过不了。对，没通电。我想上楼拿那个木板，把这边的条窗给钉上。这个条窗后面刷人。两个条状好像都会刷人。
先上二楼，钥匙卡那些都拿了。这俩是点着的。这个手也不用拿吧，手反正后面解谜要用的。把手，当务之急打开大厅。虽然大厅也不安全的，一二五，厉害厉害厉害，算你厉害。然后回去拿闪光。你才爬到这儿，那爬过来呗。摸干净了，那边还有把匕的格斗匕首，反了吗？啊，走反了。怎么回事？大厅有全打空，直接两口危险了，这么惨的吗？只能塞一个了。晕了他，哎呀，背包，马文，端，我猜他要端。Bet he's not part of the rescue squad.还没死，用掉。哎，这个，这里不是有一个特别大的那个大盒子呢？去哪儿了？就我刚放那儿的那么大的那个，明明看见以前有的呀。李昂他们怎么把盒子给搬走了？这过分了！这盒子搬走他干什么呀？那还把这谜题给撕了，李昂太过分了！法克，只有女神那个是有的，那个狮子跟独角兽都没了。
这个呵呵这个硬上不太好。缺掉的只在 Elliot 呢，是吗？那我错怪李阳了。这个能拿吗？那那么大一颗绿草也不能拿。都是差这个，都是缺这个啊！手枪子弹还可以，子弹好少，是都被我浪掉了。想一下，东侧半空，现在目前什么地方都去不了，入口可以去，还有就是 Elliot 那边可以去，对吧？格斗匕首。记者室。有那么饿吗？操！这点粮扔了。没事呢，没事，给你。没事吗？坦克，您觉得那个不好吃，咬开了又没吃。这袋放哪儿了？怎么没看见？热。格斗匕首去拿一下吧。猫把那个装粮的盒子给袋子给咬开了，然后偷里面的粮，真厉害。这难道就是求生欲吗？啊，一个小纸片。那我他妈也看不见，看不见呀！啊，有一点点。狮子这个是最不清楚的，独角兽至少知道两个。这个匕首还是用过的。就是那只美短，就是那只美短特别厉害，把装粮的袋子全咬破了。昨天咬破了一个，今天咬破了另一个。哎，麻烦你怎么没死？真牛逼！麻烦杀有奖励了，可以拿到马文的遗书。绿草随时可以拿，不拿了。哎呦，甜甜，甜甜甜甜，不要说话，不要说话，甜甜。前方有田野，这人草，过分了啊！
趟过去，趟过去，它会啪掉下来。我是不是走太慢了？这个记得我记得要封掉它，不然的话，这个走廊这个拐角特别难搞。走走走走走。还有什么？还有什么？捡现钱可以，怎么了？扣押的，哦，是这个房间，可以可以。CAP， 那不是意味着前面有榴弹炮了？但是我其实需要的是，暗房，对，去暗房，暗房应该有那个啥来着？捡钱钱可以扔了吗？哦，捡钱钱好像可以扔嘞，真的，多谢提醒。看一下是不是打够了？闪光弹。径直走进去，102、103都打不开，106、106、109。垃圾，两只垃圾，操！哇！只占一格，太良心了吧！过去，智障手枪，绕圈圈，109。
绿茶不吃了。想想。老根怎么回事儿？干！完了！为什么又是两口红啊？疯的是的，我操，这么没用啊！早知道我不拿了，我还会有以为会有什么礼官的什么礼官专有的，是吧？然而不是，弹药粉留着吧。但弹药粉合出来是不是点四五啊？不是点四五那就傻了。这个是要炸药啊。这可以存掉，与火药混合能做硫酸弹，如果混合两种就可以做冲锋枪子弹。据说这一代硫酸弹不是很厉害。试试看吧。操。垃圾。亏了亏了。暗房水槽、口压物品保管室、西侧办公室还没搜刮呢，怎么办？西侧办公室、口压物品保管室，我都不想进去了。不想进去了，这是那个闪光弹的地方。哎，喂，我啊，咦，哼，还能打断腿的。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
现在情况是，就是你打枪爆头要和谐，打腿断肢也要和谐，所以我也不知道打僵尸应该打哪儿。硫酸钠，红的白。谷歌能过什么？嗯，忘了。敌。D-E-M-E-D Marvin 不是叫 Marvin 吗？啊，弄错了， Marvin 不是 Z，这也列 N。 然后那边应该是 Marvin Rita MR 什么，这个就是和谐的时候就随机事件，因为和谐胎，但那审核也不是每一秒都要看过，他拖几下进度条，然后看到哎有和谐的，给你打回来和谐一下。哦，这个可以。汽车办公室还有东西，本来就是这样嘛，不然呢？当然人工审核了。你以为科技那么发达？叫啥叫啥叫啥？妈的！干嘛？浣熊先生打了没打？刀坏了，多少来？95.7是吗？房间搜刮干净了，西侧搜刮干净，然后拿上那个闪光弹。暗房给手枪装一下。可惜没有给你装满。我现在在想是拿哪一把。
这把存了吧。然后这个用手枪子弹，这样。哎，漂亮。接待室，接待处，审讯室。这边好像还过不去。这两间是要从地下往上回来，那后面那个楼梯才行。没有被猫抓，一切正常清的，乡亲不要担心。再存一下。没有刀了，很麻烦。暴君还没惹，要惹吗？哎，这人走了。我操！铁腿，这尼玛！哎，忘记带转盘，忘了，差点被吓一跳。CAP 是吗？可以可以，好，榴弹枪好多。盒子，怎么不是那个盒子了呢？暴君是要进 Stars 办公室，还是说只要在附近就会处罚？哦，完蛋！头上应该还有那个什么手枪子弹。他也只会爬的话，我就不打了。他别又打。走两圈，等我走了，他站起来了。我刚干啥忘了？拿转盘呀！不断的在这个丧尸面前挑衅。还有什么东西？哎，火焰弹。可以。但是不去 Stars 办公室的话，应该拿不到电池。然后那个电池不拿的话，哎呦，你就站起来了。
道发现了全是宿舍子弹，全是点四五 CP 的。李官就是麻烦一点吗？还是就克莱尔麻烦一点？Son of a bitch！ 对，三楼我还没上，别急。前面是就是那个 Stars 房间了，不着急。有机关枪我也打不过暴君啊。Oh no！ 有没子弹喽？还没急吗 ？CP。CP 是干嘛？死了。好。DRM、DCM， 哦 ，DCM。啊，谢谢谢谢谢谢，有人记得密码 ，Devil May Cry。冲锋枪子弹。那怎么办？哟 ，nice， 黑桃钥匙。这个不过了，他走那边了。管理不是还有个背包来着？永远只有枪里的那满膛的子弹，还有，啊，还有这里面的这个东西，但是背包好像被和谐了，是李官背包少一点是吗？我怎么说李官都得增加一点难度吧，按照惯例的话。听哪个忘了，捡不忘了。我现在反正目前背包要说够吗也不太够，但是去演这个什么事儿都没有。好了，仿真武器又没了。这有把刀吗？没有刀。别都活了，我要捡那拿刀的那老哥呢。狮子，独角兽，这是什么？草，这好像狮子。狮子是最看不清的那个。
打不下喽。但如果把子弹全部打完的话，还是拿得下的。算了算了算了，我忍了，我忍了。你小子怎么还没死？不应该啊，这。圆满左轮，没有子弹钱啊。好了，好了，别起来了，别起来了。检查啥呢？操！是这个，我先把这楼。对，是狮子雕像的密码，没错。把照片洗了。身体状况不太好，没事没事没事，我大概心里有点数了，接下来应该干嘛了。哎呀，视频打码跟你说，刚才我说了都要打的，无论如何都是要打第一。Turns a museum into a police station.这边就一个这个吧。哎，哎，知道啦。好了，没丧尸快。钥匙扔了。钥匙。浣熊先生，以后再说吧。我他妈活都活不下去了，快，子弹都没了。一会儿啊，先把那本书给搞了，然后回去存个档，到去暗房存个档。哎，啥？甜甜，记得掉下来吗？甜甜，我听到声音了。甜甜不会开门 ，nice。看一下去的路上
大厅，再到交易厅。那个房间我记得是开不了的。哎呦，行吧，可以去暗房了，我觉得。拿上这个草。日常武圣，我也不想的呀。怎么走来着？上二楼。最后两发子弹也打完了。好，这把子弹，这把枪又可以放回去了。这边回去有点绕，应该从警察局那个。处理掉了，已经。好好好，先把胶卷洗了。这个，好，狮子雕像，东西出来了。然后，好，去把那个绿宝石拿出来组合一下。是啥来着？忘了。哦 ，Stars 徽章啊，这样的话就可以去 Stars 房间了。这个存了，这个也存了，拿一个娃哈哈出来。像这种情况，应该先用娃哈哈，这个也存了，这把枪也存了。炸弹拿上，哦对哦，啊明天再说了，不对晚上再说了，存一下吃饭，大家拜拜。对 ，Stars 房间东西好多的，可以。